家好，我是孙昌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我为大家主持明镜世界观节目，欢迎大家订阅支持明镜电视。今天为各位观众主要带来两个议题，分别是海南有800万人被封控，这个疫情扩散，第二个是海峡中线以东的军演常态化。那我们先来还是关心台海局势，海峡这个中线以东可能以后军演会常态化。那微信公众号东部战区宣布8月8号解放军东部战区继续位于台岛周边海空域进行实战化联合演训，重点组织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这个有分析就指出，这显示北京在台湾周边的演习随时还会再展开。一名评论员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指出，从现在起，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中线以东举行军事演习将成为常态化，引起台湾方面高度的关切和谴责。这名评论员还声称，台湾海峡中线从未被中方承认为合法，而只是上一世纪由美军为战斗需要凭空想象所画出的。台湾的外交部也表示，中国无视国际关切，持续在台海周边军演，对此予以最严厉的谴责。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王云飞指出，中国在这次的演习破除了三条线，建立了三个区，这三条线是海峡中线、领海线以及能源生命线。三个区是封控区、禁飞禁航区以及常态化战巡区。王云飞指出，这次环台军演的演习区通通设在海峡中线以东，台湾称的海峡中线永久性的消失了。另外，演习区在高雄西南方向的，距离琉球屿只有9.5公里，距离台湾只有16.5公里；在基隆东北方向的，距离台湾最东北端只有18.5公里。这两个演习区都进入了台湾12海里，对中国大陆的军事行动来讲，也是不受限制的。王云飞还宣称，台湾的能源自给率几乎为零，目前台湾的天然气石油储备量仅能用7到10天左右，补给的频率为3到4天一次。他认为这次演习为期3天，对台湾的能源生命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于中国大陆建立的三个区，他认为分别是封控区、禁飞禁航区以及常态化的战巡任务区。王云飞表示，封控区用于割裂阻断台美兵器行动的区域，共军没有宣布禁飞禁航区，却收到了实际的效果。第三个区是建立了常态化的禁台战巡区，他强调这次军演设立的演习区可能会成为今后常态化战巡的任务区。这是中国大陆的专家所说的，突破了三条线，建立了三个区。那另外呢，台湾的专家呢也有类似的看法，而且更加的严重。台湾的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他就表示，佩洛西访台事件的发酵不过就这一两个星期的事情而已，解放军从知道这个信息到做出回应策略只有很短的一个时间了，但是要拟定这个七处军演计划是相当的耗时的，绝非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了，所以其中有相当深层的军事意涵。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封锁台湾的演习而已，而是一个对台作战计划。罗庆生就表示，这么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就能够拟定出6、7个地方的演习的计划，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个演习的整个计划
其实就是作战计划，只是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演习的铺陈而已。罗庆生还表示啊，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演习区啊，在新竹的外海，这很可能是日后中共用来截断台湾中油天然气第三接收站的位置啊。一旦这个区域跟台中港被封锁，台湾的天然气的能源补给很可能就会中断。罗庆生还强调，中共有两处的演习区位在台东外海，并进入到日本的防空识别区，这代表解放军这次演习的另一个重点在于反介入，所以它不只是针对台湾，也针对美日。接着我们来关心中美在台海的文攻武斗的后续发展。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最近发推文，已在台北开设的山东饺子馆和山西面馆数量为例，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被美国的前官员借机讽刺。华春莹星期天他在推文表示，百度的地图显示在台北有38家山东饺子馆和67家山西面馆，味蕾不会骗人，台湾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失散的多年的孩子终会回家。在这之后呢，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担任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的奥塔格斯他就分享了华春莹的推文，而且呢他是借机的就是，要讽刺，他借用总部设在美国 Kentucky，这个素食店 Kentucky，也就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他说在中国有超过8500家肯德基的素食店，味蕾不会骗人，中国始终是 Kentucky 州的一部分，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会回家，这个是在文攻，我把它列出来，这是相对来讲比较就是双方在推特上面的一个，互相的来往。但是武吓呢，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Charles Flynn 他在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表示，美国陆军正考虑在亚洲部署一支多域特遣队来威慑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湾的咄咄逼人的行径，这支部队将拥有导弹、电子战和网络战等能力，那在广大的印太地区不仅是海军和空军，也需要联合作战的能力和解决方法。美国目前现在有已经有两支这样的部队，分别驻扎在美国的华盛顿州以及德国的美军基地。多域特遣队通常由数千人组成，下面呢有四个分队分别执行火力打击、防空、后勤和资讯站，美国就表示，将在2023年后成立第三支多域特遣队，计划驻扎在夏威夷，但最终很可能被部署在日本或菲律宾。那多域特遣队呢，平时利用电子网络太空手段收集情报，掌握敌对国家的行动模式和弱点，暂时负责发动电子战或网络攻击，以瘫痪对手的通信网络，扰乱指挥和控制系统。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美国的陆军正在开发包括短程、中程以及中远程的多种型号的陆基导弹，但都没有办法满足从夏威夷发射到亚洲附近的要求，因此美国陆军计划在冲绳、菲律宾等第一岛链，分散部署导弹地面部队，并在亚洲部署多域特遣队，所以这个是基本上可以证实，2023年多域特遣队会到亚洲来，现在部署在哪个地方还不确定，可能在日本，这个日经提到可能在日本，也可能在菲律宾，报道还介绍这个作为先遣部队多域特遣队呢，将负责首先
它里面很直白啊，这个日经的报道很直白，首先摧毁中国的防空系统和指挥控制，为美国军舰和战斗机接近中国周边地区创造机会啊。接着我们来关心海南的疫情啊，继三亚市啊，这个还有这个儋州市、万宁市和琼海市宣布静态管理，也就是封城以后啊，海口市和五指山市啊，今天也宣布全市实施临时性的全域静态管理啊，相当于封城啊，严格管理人员流动啊。博鳌机场今天的航班也全部的取消，目前海南总封控的人口已经突破了800万，而且现在海南要求除非进行核酸的检测，居民不得离开其居住地，大部分的公共交通服务也被暂停。海南抗疫祭出基本上是快要全面的封岛，大批趁暑假旺季前往海南旅游的民众啊，瞬间从游客变成这个外电也说好像是逃难一样啊。从8月4号到6号，三亚从全市静态管理到游客暂不离岛啊，一时间这个原本被视为旅游天堂的三亚啊，成了超过了至少有8万旅客滞留的风暴中心。那焦急的这个游客呢，希望尽快离开啊！传出还有人以高达上万元人民币啊购买机票，好不容易登机，但在最后一刻被通知啊，全部的旅客必须下飞机啊！另外还有网友表示啊，一家13口人啊滞留在三亚7天，花了人民币18万。而且呢，传出三亚有饭店趁机发疫情财啊，收费大涨超过4倍，而且还有饭店呢，一份双人餐呢，它要价要500元人民币啊，大多数游客难以承担啊，有人只好去要求啊，在网络上面买泡面啊作为存粮。这些讯息呢，也在网络上引起了广大的讨论啊，并对海南的旅游业发出批评啊。那现在目前为止呢，传出了疫情的源头啊，可能是海南的渔民啊跟越南进行海上交易而引起的。那海南的省长冯飞呢，在三亚先后就主持了召开3场指挥部的事项会议啊，他说要做好打大仗的思想准备、人员准备、能力准备啊，而且加强方舱医院的建设和物资的储备啊，备足隔离场所。所以在20大之前，这个我们如果回忆的话，在今年的4月13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跟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曾经到海南考察，他当时是强调海南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20大的胜利召开啊。所以从这次海南爆发这个疫情来看啊，那可能这个海南包括省委书记啊、省长啊也非常的头大啊。现在再度为各位观众重复啊，现在封控的人口已经超出了800万了。基本上海南大的城市啊全部被封了，从北边的海口到南边的三亚，以及刚刚我为各位观众提到的海南的五指山啊，在中部啊，它是山区里面五指山啊，这些重要的城市啊全部都封控了。目前还不清楚啊，海南环海南的高铁啊有没有停顿，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重要的城市啊，交通，公共交通啊，基本上也都停顿了。最后的时间呢，也为各位观众介绍这个台海的局势，这个紧张啊，日前传出来，美国要和印度啊联合在中印边界啊进行演习啊。
那也显示出来这个可能有地缘政治上面的考量啊。今天彭博社有一个比较这个让人关注的一个报道啊，他讲这个印度啊将寻求剔除就是单价在大概150美元的手机啊，如果是中国的厂牌啊，印度计划要剔除这些低单价的手机啊。那当然这个小米啊首当其冲啊，还有所谓的 Realme 啊这些手机啊，所以这个印度呢打算就是150美元以下的这个印度这个手机呢，希望能够做可以说是进口的替代啊。他认为本身印度的厂商啊足以能够来吃掉这个150美元以下的这个手机啊。那对于印度因为现在也至少也有快接近14亿人了，甚至有很多的这个专家认为印度的人口已经超越了中国，所以对于广大的印度人民来讲，150美元的手机啊可能是销量最好的这个一个领域啊。所以传出来这个最新的这个讯息啊，对于小米啊，对于中国的手机啊，不地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好了，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